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，冬至快乐！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有这个冬至的大餐活动，好，那会先吃披萨，吃完披萨之后搓汤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各式各样口味的披萨。好，这个都是我们买的，好买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买的，不然我以为是我们自己做的吗？对，我们买的。好，那这个什么口味都买回来了。好，想要吃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怎么选你就看哪个被拿最多就知道这个比较好吃的。 OK， 好，那这边也有炸物啊，薯条啊，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己弄的啦。哦，这里这个其实什么口味我都不知道。好，那大家都陆续上来了。好，冬至吃汤圆，好事齐团圆。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，祝福各位好朋友吃得开心，冬至快乐，好好陪伴自己的家人，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，拜拜。